没问报账了。真他妈吓人的。这小网子，这烟边。哎我去你妈，吓死我了。离我能不能有几百米啊，扑通一下就爆炸了。120来了哈，真来了，来了来了。那人在屋里蹦出来了，能不来吗？这威力太大了。120特警、消防都来了。警察。这寝室他妈的不听话，还在那儿。窗户都关掉了。来路，一会儿。人拉走了。拉走了。但愿没事吧。他们打篮球，特别的，开这场车就真过去。哎呦，这楼崩的。